处死刑的释宪结果，但最新的民调显示有高达83%的民意反对废死，更有87%的认为民进党政府应该要依法执行死刑。而柯文哲更呛民进党老是违反民意剥夺民主，不就跟独裁政府没什么两样。前总统蔡英文主张废除死刑，法务部也不肯执行死刑。而法官七月释宪结果公布前，最新民调也出炉，有83.2%的民众不赞成废除死刑，更有87.6%的民众认为政府应该要执行死刑。社会民意重重再打执政者一巴掌。死刑存废的议题是这个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绝大多数的民意都是反废死，可是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呢真的是倒行逆施啊，完全是跟民意对着干。如果他们还是做出这个废死是没有违宪的话，那真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号召民众走上街头反对这个完全践踏民意、藐视民意的政府。不止废死民意不力挺，连民进党立委提议要监控立委、里长甚至大学教授等高风险族群去大陆都得先经过核准，回来还得报告。而柯文哲嘲讽总比对岸还独裁，他的主张是用限制民主的方式来保护民主。中国没有民主自由，我们反对，但是为了不要给中国统治呢，说我们要限制民主自由，搞到最后不是你跟中国一样。民众反对废死，政府却偏要推废死，民众想要自由，执政党却想要限制百姓自由，而这样的政府难道真是往独裁的道路上走？记者张荣慈、徐国豪 SNS 小组台北报道。